连麦的，大家说说心里话，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哎，反正先不给他说没这事。件事情嘛。他反正现在也有新的住的地方，他们也找不到他，找不到他，他们也没理。对对，应该是找不到。我觉得他肯定睡觉了，你知道吧？他确实累了，他昨天一宿没睡觉。来了来了来了，阿美来电话了。陆生哥，我先给你挂一下，好，好吧？好，先挂，好，好嘞，好，嗯。喂，阿美，你睡觉了吗？你怎么一直打不通电话呢？你在哪里啊？不是你，不要说你在哪里啊？王飞哥，我给杰哥打电话。那个啊，跟王飞哥你起的。怎么开那么多次我看你们两个在一起啊！你看，啊，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？打电话也打不通。我刚刚一直说我不去吃了，但是王飞哥一直拉哎着我。呀，你担心死我们了！就你们两个吃独食是不是？也不叫上我们，我们还傻傻的在这里等着你，想带你去练一下车呢。我今天忘了跟你们说，本来我他也俩约会去了，服了。你两个约会去了就忘了，还有我们在这里等你啊。家人们担心死了，还以为怎么了，一直给你打电话，我们还在直播呢。那不是你昨天跟王飞哥说的吗？什么不来找我什么？带什么？结果王飞哥就说，就今天他让我不要去小小家，然后我就小小在不在你旁边啊？在。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哦，你们两个都在一起啊？是啊。哎呀。那你们那是这样？什么担心啊？我有什么事啊？真的是。没有，刚才打不通你电话，就非常担心、害怕曲布他们找到你了。曲布给你发什么消息，你都别管他啊。没有，我信他干嘛？我不信他，那个王菲哥让我就暂时不跟直播，就王菲哥说这两天让我不要直播，因为这两天你们直播看到我直播就过来找我什么的。过来了，那你们在直播吗？现在？对。在直播，那我就不跟你们。你跟王菲哥好，你跟王菲哥好好的在外地旅游一下啊，好好的幽会幽会，约会约会，然后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打算，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好不好？那你们就不过来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们两个要不要过来吃呢？就王菲哥，我们两个。你去打电话过来行不行？我们就不来了吧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呢？你们觉得呢？我们要不要去啊，家人们？我们能不能去啊？带着你是1800万的，我们能不能去啊？你是一千八百万，啊？你是一千八百万的灯。1800万，你才1800万的灯，我皮肤黑吗？哈，嚯，这些人怎么不去都沉起来了？不能去啊，家人们也不他们同不意。同意，他们不同意我们来，不要我们来，不要我们吃，我们太胖了，我们不配吃，我们脸太亮了，害怕等一下照亮叫伤你们的眼睛。没有，就王菲跟我们。今天王菲哥好像什么，这两天忙的那个事情好像谈成功了，他挺开心的，又非要拉我去吃是啊，你们两个你们王俩菲，开心你们了。两个开心了就不接我们的视频，害得让我们在这里担心嘛。没有，我是什么朋友啊？开心开心最重要嘛，还是爱情我们不重存在嘛，对要。不对？哎呀，说真的，那你们两个过来吗？过来吗？一起吗？哎呀，怎么好意我们思俩过减去肥，嘛？我们俩减肥。哎呀，我们不吃的，减肥啊！
再说这个情况，这个情况我们不好，他没这么夸张，他没这么夸张。我们说在吃饭，他就知道在哪儿啊。这程度这么大，他找得到啊。你啊，你们两个好好的吃，又在和曲不说，好好曲不在听，他听了个什么嘛？管他听得到听不到，他听得到找不到。你们来的话，我给你们发位置，我给你发了啊，杰哥。发了我们也不来啊，发了我们也不来，我们来干嘛嘛？只要是联系上你了，你在你安全就行了。我这儿离我家还比较远呢，我这有什么？没这么小啊，城市没这么小，城市安全就行了。你们俩过去就是当电灯泡，我带你们过去，我们大家都是电灯泡。什么？我们两个电灯泡？电灯泡，别说了，大家都是电灯泡。那你们跟粉丝们聊一下，然后考虑一下要不要来。好，你们直播了。好的。看你们直播了。好，看我们直播。好。没事的啊，杰克，没事的，我根本就我不会跟他。你没事就好，就害怕你有啥事，你跟着王菲的话，我这边就发1800个息了啊。本来王菲跟我说不吃不吃的，哎，不吃不吃的，算好吧，你们两个有吗？我们两个有吗？那这样你们两个好好吃啊。我们想一下来不来啊？来的话我们就把哦不行，好的，嗯，好，家人们什么意思呢？刚才什么意思呢？让我们不去的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解释一下吧，家人们，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要我们去？没有人解释呢，嘿，笑的表情是什么意思？看不懂啊。家人们，你们就不要担心了啊！现在阿美也联系上了，他跟王菲哥在一起，你们就不要担心了啊！咱们就，好好正常的聊一下天。对，你们之前我不直播的时候，你们不是说想我吗？现在直播了，你们开不开心？去当电灯泡，去官播。等一会儿吧，我们跟家人们聊会儿天过后，然后去，如果他们还在的话，我们就去跟他们一起玩一会儿。因为刚才阿梅说王菲哥最近谈成了一个什么，然后想的是庆祝一下，然后叫了阿梅吃饭。妈呀，我这。怎么啦，小翔？怎么啦？我刚才那个牛尿，欠费了。哦。哦，你帮我问一下那个呢？什么呢？就是我爸上次，你问一下他还没有那个流量卡的那个，我想你问他还有没有。哦，在外面，主要是在外面，我经常在外面直播啊，没有 WiFi 了，家人们。我刚才都欠费了，我这个月充了可能有200多、300块钱的话费了。定位关了吧？关了的，不担心啊。有啊。家人们，你们平时看我们直播的话，是用的 WiFi 还是流量？是用的 WiFi 还是流量？你们的流量够不够用？不够的话，我帮你们问一下。有没有就是话费比较贵，然后流量比较少的那些家人们？用流量啊！妈呀！我这偶尔在外面。偶尔在外面直播一下，我这个流量我都那个什么。有人私信你吗？是啊，有些人私信我说他们
有没有什么流量卡住了？不够，够用。移动 WiFi 是 WiFi， 有的是流量，有的是 WiFi， 对吧？那你让他给我那个什么，就是，我刚才不是要了一张吗？你让他多给我准备几张，然后挂在我这儿。你问他行不行？我在家也是用 WiFi， 但是我平时我出来的话，就是有时候在车上给大家。